那个我们啊，让大伙儿今天在舞台上体验职业，其实安排了不少的环节了，是吧？那接下来呢，明星和转星将会分成两队进行职业的 PK。是的。我跟露露，要不咱俩就去明星队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去找我们的组织。那我们就去最受大家欢迎的转星队，好不好？咱们有光仔，咱们有蒋一山，咱们有程野，还有湘秀，咱们怕啥呀？对不对？都是自己家人。不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尽量，咱们就是咱们关系一刀两断，能联系就联系呗。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咱们自来不也在独木桥吗？这虎子一来新人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们都往那大长脸背着那在一块。好嘞，不是，关键是现在还没比呢。大长脸为什么刚才说最受欢迎是？是，我就看不顺眼。是啊，不是，大家用掌声证明一下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家的转星最招人稀罕？我们远道而来的明星多诚心啊，大家不应该欢迎一下吗？啊，来，这么样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问问明星队有没有信心，我们喊一下口号。来，一二三，有，真齐。口号就是有。你是在回答我这个？太齐了，没问题。喊完了，那个你看我们听听我们的口号，好好长啊，真的。嗯、来，我们的口号是也有。就你们组里有个程野，所以你就加了个野字儿。对对，不如我们真的。那咱就接下来比着看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马上进入我们职业体验今天的第一关，叫做说唱职业。刚才大鹏已经说了，我们这个环节叫说唱职业。对，我们现在呢，在我们这个题板上有八种职业，我们每一位转星和明星呢，将上来撕开一个题板，抽出的是哪种职业，你或用说的形式，或用唱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。哎，现场要考验一下我们嘉宾的即兴表演能力了。是的。哎，首先有请大刚老师，您先选吧。A B C D E F G。傻的。H。那个。我就选 B 吧。选 B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三二一。哎。磨剪子抢菜刀，磨剪子嘞抢菜刀。我们在平时啊住的小区里面，有的时候能听到这个口号。对啊。但是今天咱们说唱啊，就不要像我跟脸脸刚才那样的表现。对啊。大鹏老师，您想一下，待会儿怎么演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，你们派一个代表。是，光哥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先让他们来。对。选完了以后，剩下的给咱们，咱们也不怕。扔一个是一个，剩多算多。对对对，你们先继续来。啊，那也行。但是事实上选都是随机的，到最后别说我们占了便宜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继续啊。来，韩玉。韩玉，那我第一就算了，第三个吧。第三个。C C C。来，我看一下啊。来。哎呦，空姐。啊，空姐，哎，还挺符合的哈。我演飞机行吗？好了，来，那接着王佳。我的门牌号，我家门牌号有 D， 那就选 D 吧。D， 对。机械员。啊，机械员。啊，机械员。这得需要好脾气，我跟你说。对、啊。经常接到有那投诉的都。嗯、是吧？江超。这个他们气势都不够我那么大。嗯。要选就选第一个。A。A。A。电视导控。哦这个多有气势啊！你是嗓门适合啊？对，这样你们先酝酿一下啊，我们转星接下来选来吧。好了，该咱们家了。谁先选？我先选吧。先生，咱们女士优先啊。我先选个哥吧。哥是啥？小商小贩儿啊，小商贩儿是吆喝的那种。实际上他选的是谢大脚嘛。也对，来香秀，那我选喝吧。喝是吧？到这边全改，一般最好的就留到最后。好，看看你这个运气。喝立功，我像吗？委屈你了。还有俩，咱俩谁先来？那你先掏一个，我看看。掏一个，就选他了。婚礼主持人，哎，这点好活。婚礼主持人其实挺难，我要整白活还行，白活。这个不也行，你这婚礼主持除了婚礼灯光也包了，物理锃亮。那我那个就不用选了，那就是胜负了。对啊，光仔主持我胜负了哈。来，
专卖店导购员。哎，跟这个姜超的有点相像。不是电视导购，是专卖店导购，反正都是。哎，但不太一样的是，这个电视里面我们够不着，想要打他的话也打不着。这个我们可以打到。这个专卖店的他说点什么，这个你不满意还可以跟他呛下两句。